老许，啊，你要老婆不要？哎，你要老婆，只要你开金口，我等会儿给你送来。啊？那你就送来吧。好，君子一言啊。好，你收拾收拾。哎，你看，女方的证明已经有了，你这边我马上去证书开证明啊。哎，哎，你看你这样，怎么？来，拿掉，拿掉。哎呀，你，我回头就把人给你送来。啊，嗯，哎，你准备准备，今天晚上就洞房花烛夜吧。嘿嘿，老爷子，老爷子，哎，你们跟着跑什么？去去，哎，去玩去，去玩去，你别害怕，去吧去吧啊，去去去，去玩去。哎，真够呛，今天下午我脚没沾地，来回跑了30里。哎，酒不喝你一口，这水水总得叫我喝一口吧。哎哎，你怎么进来？进来进来啊。进来吧，这就是你的家。喏，他就是老许，大名叫许灵君。哎，你叫什么？坐，坐。什么都好，就是穷点儿。不过越穷越光荣嘛，啊？啊？哎呀，你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。什么玩笑？你别马虎了，我连证明都开来了。这可是法律啊，法律你懂不懂？这是我给你带领的。你要是中途退套不干，可太不够意思了。听见吧，老许啊！哎呀，这怎么不行呢？这怎么能不行呢？老师人都来了，这怎么能行呢？行了，叫我怎么行啊？好了，你们好好过日子吧，啊！明年生个胖小子，可别忘了不请我喝喜酒啊，啊，啊！哎，你看，哎，看什么？没看过你爹你妈结婚啊？去去去，回去问问你爹你妈去。去去去，走吧。